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春老师，欢迎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昨天台北股市好不容易涨个两百点，好，那结果今天又跌下来，一下大涨啊，一下又大跌，好、啊，到底这盘在干什么？好，没关系，待会我们用各个层面哈，我们来去看这个盘它到底在干什么，好吧？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盘了哈。今天这个指数啊，早盘就跳空开低跌两百四十九点嘛，那目前慢慢有留个差不多一百点的下影线出来，对不对？ 目前指数呢，大概是跌个一百五、一百六左右了哈。好，那各位，我们看哈，忽跌忽涨又忽跌，台北股市天跌下来嘛。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指数大致上就在这个半年线附近了、啊，最近都在那边走区间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时间延长一点来看，差不多快十二月就台北股市就是维持一个区间嘛。那当然这个区间就稍微比较弱一点点了哈。那到底盘是走到这里的时候，我敢说。 很多投资人都有疑虑啊，这种盘到底是要做多还是做空啊？台北股市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啊？好，那各位到底要做多做空？我们先来看一个东西了哈，我们先看怎么做了哈。今天早盘的时候哈，八点五十九分，现货还没开盘哈，我我岂止是挂一四一二五上下五点，我买进多单了。好，那各位我们来看了哈，到底要做多做空？我我们从 K 线来看嘛。 今天最低点就一四一二五嘛，啊，这里是买进多单，好，到现在为止呢，差不多已经快一百点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今天呢还没平仓啊，我今天呢九点四十八分是挂一四二七五，上下五点，我就获利多单获利出清了、啊，啊，现在一四二零六左右，我是挂一四二七五附近，好，我先跟大家讲，这笔单不管你尾盘有没有来到我要的那个点位，来到我就获利掉，获利出清了、啊。 那你没来到，只要今天尾盘不要收得太差，我多单就会续报，好，我多单会续报，我会去做留仓。好，那很明显嘛，好，我们是做多嘛。那当然，很多同学人想说，啊、哦，老师盘这么弱啊，很多老师也在开始在看空啊，为什么这里还在做多？好，那各位，我说我们今天用几个层面来去看这个盘嘛、啊。台北股市到今天为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色哈，台股今天早盘大跌下来，到现在为止，成交量一千一百八十四亿。 从早盘跌下来之后呢，成交量就缩的了。现在预估到收盘大概不到，不要说不到两千了，大概顶多一千七左右啊，一千六、一千七左右，量都缩了嘛。那量缩它代表什么意思？我跟他说哈、啊，如果今天这个大跌两百多点，今天是爆出大量，如果突然爆出个两千三、两千五或快接近三千的话，我想这盘就不对了啦。为什么？这代表着说，那个有人啊，在这个时间点、啊，然后赶快卖股票。 而且会爆出大量去卖股票，这代表的说，法人已经在绕跑了。那结果今天台北股市预估到收盘呢，只有一千六左右啊。我问你，啊，法人怎么跑？或许你会说，老师可能外资休假、啊。好，那我问你嘛，如果现在外资已经要去过什么什么平安夜、圣诞节，他休假，他今天怎么跑？也没得跑嘛。好，就当外资今天没休假好了啦。今天这种成交量一千六百多亿，外资也没得跑，对不对？好，为什么我说外资没得跑？我们来仔细看、啊，我们先从筹码的角度来看。 因为这盘哦，到这个时间点，你会发现到啊，台北股市十二月的走势都很弱嘛，对不对？十二月一号就最高点，啊，打下来到现在为止，将近有一千点嘛，对不对？可是呢，我我记得在十二月中的时候，这一天开始，我有跟各位讲过哈、哦，你看哈、哦，那时候外资的筹码多单呐、啊，起货多单只有五千五百七十二口，在这一天哦，然后跌下来这一段的过程里面，你注意看。 外资的期货多单又在继续增加，跌哦，盘跌哦，它只增加了六六千六千七百五十七口，看起来不多了哈、哦。再跌下来的时候呢，外资外资的期货多单已经来到一万零三十八口，有没有？结果呢，外资在期货结算前的那一天呢、啊，礼拜三嘛，外资的期货多单是一万零七百三十口，你有,沒有发现一路增加。 那时候我怎么跟他说？我认为哈，跟以往不一样。每次期货要结算的时候，外资多单会开始减，结果这次多单一直增加，代表说他这个多单是延续到下个月。结果呢我昨天上节目，我怎么跟他说？结算完之后呢，外资的多单呐、啊，已经来到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一口，又增加嘛，对不对？它已经过前面这个高点了、啊、一万两千八百零九口啊。结算完那一天哦、喔，就礼拜四嘛，我昨天跟他说的嘛，对不对？ 那今年的高点呢？它的期货多单是一万五千一百七十六口。昨天台北股市涨起来，外资多单一万五千两百九十四口，有没有过前高？你看一万五千两百九十四口有没有过前高？有了哈！你会发现到这个盘，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很不稳定。然后呢，忽涨忽跌，然后呢，到这个时间点已经盘了好久了。 到底这是不是盘头？一堆老师跟你讲说啊，这里是空头，这里是空头。好，那我的看法这样：当外资的期货多单到昨天收完盘之后，他的期货多单创今年新高啊。那我问你啊，尖重盘呢？成交量只有到收盘只有一千六啊，一千六百多亿啊，啊，外资怎么跑？啊，除非啦，今天期货多单赶快出。 出现大幅减值下大幅下减了、啊，可是你从今天整个期货的角度里面来看，没有啊，今天也是下影线慢慢流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可见的说，外资现在整个期货的多单呢、啊，它一路已经在创今年的新高。那今天开低之后呢，量又缩，所以外资也跑不掉。好，外资也跑不掉。好，那当外资跑不掉之后呢，那接下来这个盘到底有没有机会？好，结果我我侧标有写哈，刚是讲筹码面嘛。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技术面上面变化，好，待会我会讲金融面了哈。如果以技术面来看，同朋友，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三号嘛，下个礼拜呢就是今年结束了嘛。那也多，下个礼拜不只是要收第四周的周线，下个礼拜也是收十二月份的月线，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哈、哦，我们刚,刚说嘛，十二月一号的时候，台北股市就最高点。那现在呢，十二月份几乎没涨嘛。 那现在维持在半年线附近的地方嘛，可是呢，下个礼拜收月线了、啊，这是这个月的月线嘛。之前台北股市从十月底的时候呢，已经涨两千五百点嘛，结果呢，你整个十二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已经跌多少？跌了一千点嘛，因为从最高到最低差不多一千点嘛，对不对？好，那各位，刚我们说过了，我从筹码来看，外资没跑、啊，那也跑不掉啊。那一千六百亿你怎么跑？啊，跑不掉嘛，对不对？ 啊，你那期货多单已经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啊，所以呢，我预计了哈，因为下个礼拜是收月线，十二月份的月线，那你十二月月线呢，已经跌了差不多有一千点左右嘛，那下个礼拜很重要了，哈，因为下个礼拜呢，如果说这个月线啊，能够稍微留出点下影线出来，那当然你会说，老师这个下影线要留多少才算比较好一点？好，各位，这要从日线来看哈，因为这几天呢、啊，台北股市的高点。 前两昨天的高点在一四四二嘛，一四四四二嘛。那个礼拜二左右的高点呢，是在一四四五一嘛。好，我们就取一个整数了，好，一四四五零了。那你现在台北股市呢，在一四二七九左右嘛。也就是说，台北股市如果说要到前面这个高点的位置区的话，现在大概是在一百五左右了，还不到两百了。所以呢，下个礼拜台北股市的这个月线，因为下礼拜是做月线，如果说这个月线呢、啊， 刚刚我们说嘛，能够留个差不多快一百五到两百左右，那就代表了说，你台北股市啊，接下来它接近月月线哦、啊，哦，接近这个月线的位置区啊，它就不会很远，对不对？那元月份呢，只要稍微动一下就过月线了，所以下个礼拜很重要，只要下影线留出来，就像我今天车标写的，我认为元月份它会走攻击，诶真的有机会吗？好了，甚至在安慰我，没有了，我们没有什么好安慰了。 筹码面我们讲过了嘛，那现在就是技术面能不能这个成型嘛？下礼拜能不能留下影线嘛？如果下影线能够留多留个一百五十点左右啊，就已经快接近这个地方最近这两天的前高嘛，那你离月线就不远了、啊。那元月份其实要过月线，其实很有机会哦。好，那我们现在怎么看？我们从国际金融来看呢？哈，因为最近你会发现到啊，美国股市昨天它为什么会让你看到哎、欸、出现比较大的跌势？我这么说了哈。 最近我们去看到一些呃国际金融的一些讯息来看，有的时候呢，你你基本面不好，然后呢大家就会担心说啊会不会经济衰退？当你基本面好一点的时候呢，你又去担心什么？人总会不会偏鹰派？现在美股就变成这样了，好也不对，坏也不对，啊，大家都会比较担心害怕，大家都没有什么信心了、啊、哈、哦。昨天呢、啊、美股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呢，就是因为。 他上周处理世界救济金人数啊，有稍微攀升，但是呢，它低于市场的预期，也就是说，市场的就业、啊、还是比较比较强一点。那当你整个市场就业比较强，大家就是有钱赚嘛。当有钱赚的时候呢、啊，那大家就比较敢消费嘛。那代表的说，哎，你你通膨会不会不太会下来？会不会说那个下的速度会比较慢？好，昨天这是第一个原因。昨天第二个原因呢？ 美国第三季的 g t b 宗旨就是国民生产毛额了，它上修到三点二趴。照理说这是好事啊，可是认为呢，大家认为说啊，你经济这样子上修，你会不会造成说啊，连总会还是偏鹰派？有没有？好也怕啊，不好也怕。所以呢，美股呢就在这地方啊，就让你看到啊，也是一样嘛，走盘局，然后呢出现比较大的震荡嘛，对不对？好，那各位那怎么看？ 我最近一直跟他讲哦，其实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界定它是多还是空？很多时候国际金融它很重要，但问题这些东西你在别的老师那边你也听不到，真的啊，啊每天反正涨的涨的时候呢，就是涨停板它都有，跌的时候就说啊我高点就都卖掉了，啊不管涨跌呢，他都会告诉你说我后面都会有标股，好、啊、模式就是这样子了。但是我跟大家讲过，我要怎么去界定这个多空？<coughs> 十月中的时候，我们就预计嘛，哈，这里我说年底会之前会走第二次的反弹坡。那我说指标在哪里？一个公债跟一个美元嘛，对不对？好，我说这两个是重点了。好，那到底多空重点就看这两个。其实你看到昨天美股动荡非常的大哦。如果说我们就把公债跟美元拿出来看，你会发现到哈，其实公债直利率没有什么波动，昨天只有小涨零点九零点九趴。 他这波升完息之后呢，打下来之后就是维持在这个区间嘛。那我也跟大家讲嘛，后面也不会有说我们什么再升三码的问题了啦。而且升息快进到尾声了，好，所以我说公债殖利率不可能大涨，只是说它有没有机会再下跌嘛，对不对？如果能够再下跌，那最好啊。好，那这个会不会下跌？待会我们都来说哈。那公债殖利率呢，会让你看到，哎，怎么搞的？好像就没有波动啊，就横在这里啊。啊，你说你美国经济好，你说你美国经济不好，反正它就波波动在这里。 没有什么波动啊，那当整个公债值利率波动度不大，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哦，汇率的变化很重要啊、哦，因为它关系到整个全球资金的流向嘛。好，我们来看，<coughs> 美元有没有大涨？没有啊，横在这里啊，有没有横在这里嘛？当初我就跟各位说美美元已经见高点了嘛，啊，横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你、欸、大涨没有？到你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大底嘛，对不对？可这几天我有跟各位讲过因为 台北股是在这一天的时候啊，礼拜二嘛，那天大跌破月线嘛，因为盘中十一点钟的时候发出现那个日本央行的总裁呃黑田东彦就说他要把值利率的任举把它提高嘛，对不对？那时候呢，我我就有跟大家讲过、啊，我们从日元跟美元去看多空嘛，我说这个地方很重要，就是日元它不能一直在升值啊，如果它一路在急升的话，会造成说很多去借日元去投资的那些。 国际法人机构，因为你入日元一升值，它成本会越来越重嘛，所以它会赶快卖股票啊，什么东西都卖啊，卖卖掉把资金赶快去还日元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更会讲啊，你你说你台北股市多空两个重点嘛，一个嘛日元不能大升嘛，对不对？好，我们来仔细看嘛，日元有没有升值？那天升值完就不动了，没有升嘛。那另外一个重点呢，美元也不能大升啊，结果美元横在这里啊，是吧？有没有大涨？没有啊。 所以你会发现到整个汇率上面其实都没有变化。当它没有变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啦、啊。今天亚洲盘其实上海股市都已经收到平盘以上了，所以呢，资金并没有外流的一个现象好，所以呢，走到这里呢，你就会发现到，当时我们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讲说，年底前走头方面反弹波。十一月三十号的时候，我我可以跟大家讲说，多头先看到十二月中左右，结果呢，台北股市。 十二月中的时候就在这里嘛，对不对？啊，结果呢，十月中之后呢比较偏弱一点点，但是呢偏弱，我说这个地方我们还不是去看空头，好，因为这个盘到这里的时候呢，它区间盘会维持一段时间，有没有？那时候我跟他说过啊，你看嘛，明后天应该过圣诞节啊，啊，你下个礼拜呢，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要过元旦了嘛，所以呢，就外资而言，后面要放长假了。 所以呢，美股这個地方啊，他们本身的那个波动度会越来越小，好、哦，所以空间会越来越，因为量会萎缩嘛。所以后面放一堆长假，可是重点是，元月份到底有没有机会？刚我说嘛，哈、哦，这个礼拜的盘到这个时间点，台北股市就是维持区间，但是下个礼拜呢，它要收月线了。那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过嘛，如果说你月线涨个一百五十点左右，就代表着说。 你台北股市最起码已经慢慢回到前面这个高点区嘛？那、啊、你回到前面高点区的话，等到元旦过后，外资陆陆续,续续回来，你说台北股市要过月线不难。但是呢，台北股市在元月份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会过月线？到底有没有会走攻击？好，那各位，这关键点在哪里？其实我跟各位说过哈，我们来看，我我前两天跟他讲嘛，以十二月的形势力来看，今天晚上要公布 PCE 嘛，对不对？ 那你 CPI 已经下跌，你 PPI 已经下跌了，你你 PC 一定跌了，好，你一定跌了。但问题是，你跌下来之后呢，十年期公债殖率也不太会涨嘛，所以照理说，美元应该也不会大涨。那接下来这段呢，美股可能交易比较清淡好，比较清淡了。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清淡反而好事啊，你不要影响国际盘太多，你让台北股市下个礼拜慢慢留点下影线出来就 OK 了。好，那元月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里吗？一月十二号嘛。 他要再公布 CPI 啊？那时候我说嘛，哈，我预计这个 CPI 还是会跌哦。好，为什么？因为 CPI 上个月已经让我们看到嘛，都跌过超过市场预期，不管核心 CPI 也是跌过超过市场预期。那是因为油价的关系嘛。油价十十一月份的时候是下跌嘛，到现在为止十二月份的油价它也没有上去啊。所以你一月份公布的 CPI 它一定跌，我认为它一定跌，甚至于呢。 核心 CPI 呢？这地方的下跌幅度还会出来哦？为什么？因为我昨天跟他说过、啊，美国的房市买气冷啊，十一月成屋的销售已经创最长连降的记录嘛，对不对？因为这关系到什么？核心 CPI。OK，很清楚了哈。好，那各位，所以我说一月份为什么会有机会？原本我们的预计，我说那盘很久、啊、那你说到底什么时候有机会？那一月份就有机会啊？啊，所以这段期间里面就是比较偏盘整。 所以呢，这个盘整区呢，到这个时间点，你会发现，欸、台股就是维持在半年线附近了。所以呢，台股这个地方的区间呢，我预计了哈，其实今天过了应该就比较妥当了。因为下个礼拜只要美股这地方波动比较不大，那你台北股是慢慢把那个下影线留点出来，那你整个一月份供给机会就来了。那为什么一月份供给机会就来？很简单啊，因为外资期货多单买到创今年新高啊，哎、欸，期货多单买到创今年新高，他怎么可能会砸自己的脚？ 所以呢，这个盘以外资的期货多单来看，它一定是手工级的啦。只是说那个时间点会不会快一点，是不是下个礼拜，或者是慢一点，是不是元旦过后而已啊？那我预计啊，下个礼拜也不要说手工级下个礼拜只要把下影线留出来，让台北股市站回到这几天的高点，你离离月,月线近一点的话，你一月份的机会是最大了，懂我意思吧？所以最近的盘哦，不是很好做，就是忽涨又忽跌，然后指数就横在那里。那当然从个股的角度里面。 我跟你讲，那更、個、麻烦。最近这种盘势，如果说你看到涨什么你去追的，我跟你讲，很多时候你都掉在上面了、啊。为什么？我这两天有跟大家说过嘛，你注意看嘛，很多股票就这样啊。当你台北股市在边横盘的时候，当然了、啊，你说小股票有机会了，可是我就跟他讲啊，小股票是有机会啊，可是那个机会只有一天两天而已啊，有没有？你看哦，等到涨上来你去追，结果呢，你全部套在上面了、啊。 最近的盘比较麻烦，就是在这里啊。你看很多股票没有延续啊，涨了一天之后呢，一天半嘛，结果是下来了。你你自己看哦、啊嗯。最近的盘会比较麻烦，就这样子啊，涨一天赶快去追看看啊，结果隔天呢一开高马上留上影线，然后结果就下来，是不是都只有一天行情？各位你再注意看哦，很多个股都这样子啊，只有一天行情就下来啊。 很多个股都这样子啊，只有一天行情就下来啊，所以呢，你你你看到涨什么你去追，其实几乎都是套在上面了、啊。那当然你会想说啊，那我不要去追这种小股票，我去买大一点股票。问题是你你你买的股票，如果说都已经涨一段的股票，你再去买，你看嘛，到现在为止呢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有跟各位讲过，我说这种盘势哦，因为盘市震荡比较大，而且市场轮动速度比较快，那我是建议你啊，欸、有低点你就稍微买一点。 哦，有地点就是买一点。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因为我们刚说嘛，你你台北股是下个礼拜要留下影线，要把慢慢下影线留出来。你元月份比较好攻击，对不对？那我跟他说、啊，你要怎么留下影线？啊，这盘一定要动全职股啊！而且呢，从过去历史来看，因为我们做做了二三十年的了，每次元月份的时候啊，这个盘几乎都会拉拉什么？你说要去撑盘，再怎么样，它都会拉一下金融。你你看今天金融股。 你看今天国泰金了、啊，有没有？所以我预计啊，元月份会照过去一样，它一千点会拉一下金融，但是拉金融不够。如果说能够搭配一个电子类股，稍微再拉抬一下，我预计啊，台北股市在元月份的时候，你说要站上月线，然后呢，这个地方能不能过前高，我不知道了。但是你说台北股市要去站上月线，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高的一个姿态，然后呢去做封关，我觉得它是有机会的。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哦。 像今天这种盘市哦，台北股市呢今天还跌了一百多点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说，你就低档去买，然后你持股也不要太多。像我们的会员只有三组会员，哦，我不会像其他老师他弄了一堆一堆组别的会员，然后呢每天讲的股票你都没有。我们只有三组会员，三组会员就普特尊嘛，按照你资金大小去分布嘛。那我们这三组会员呢，总共也只有六档股票而已、啊。哎、欸，我是把所有股票加起来，我只有六档。那像今天这种盘。 今天留下影线留的不是很多嘛，但问题大家已经开始慢慢留下影线了。我这六档股票里面，三档是涨的，一档在平盘，啊，两档是小跌。而且这种两档小跌的股票，我举个例子来说了，我有跟大家讲嘛，台北股市后面呢、啊，半导体的个股一定还是要动，逢利指数撑不起来啊。所以当时我跟各位讲过立基电嘛，我们在三十块左右的跟你收了嘛，对不对？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呢，小跌一点点而已啊。 而且呢，这档股票只要稍微移动，我预计半导体就会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之前台积电我们在这个地方告诉你了嘛，是低点嘛。啊，现在涨多走震荡嘛。啊，联电呢，我是在这地方告诉你嘛，对不对？涨多走震荡嘛。不过都还好是这样说了，而且我们是买到低档，所以我是建议各位正盘是候持股部分你，你看看稍微整理一下、喔。好，要封关之前你，你你不可能说一堆股票追到高点。啊，如果说这地方封关的时候呢，不代表说每一档股票都会涨。 所以你要把你的成本先去做压低，好，所以我觉得盘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呢，下个礼拜只要留下引线出来，机会应该在元月份，好不好？那当然了，我不知道你们认同了哈，因为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我们稳稳当当的做，好、哦，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操作方式的，我建议各位哈，我们这里有一个年度会员，一年一度最大的优惠，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好不好？你打电话进来问你就知道了，好，你打电话进来问你就知道了，你听到那个数字不满意，你马上挂电话都没关系。 但是，好好把握这个一年一度最大的年度会员的机会，好不好？欢迎你来电咨询。我们休息一下。金大投顾肖老师年度会员，一年一度最大优惠：一，比照旧会员续约，物超所值；二，专人服务，依您的资金量身定做。 专业分析赚一整年，入会专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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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八一零零九九定达控股真心照顾。 信大投顾肖老师年度会员，一年一度最大优惠：一，比造旧会员续约，物超所值；二，专人服务，依您的资金量身定做；三，专业分析，赚一整年。入会专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 好、哦，欢迎到现场哈。最近的盘是真的很大，我知道大家都没什么信心。哈，不过我们刚从整个筹码面，还有整个技术面的变化，以及到整个国际金融，跟大家做过分析。我预计元月份的几率会最大了。那当然，看看下个礼拜哦，把下影线只要留出来的话，元月份是有机会走攻击的。哈，那当然，如果说在这段期间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欢迎各位跟着一起来哈。因为后面新的一年，我们有一个年度会员要帮你赚一整年，那这这里是一年一度最大的优惠，好不好？ 我说句实话，一一个月几千块，你付得起吧？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一年一度最大优惠，欢迎你来电咨询，好不好？我们礼拜一见，拜拜。本服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 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